近日井柏然秦宝现身机场，一身白色 T 恤加上反戴的鸭舌帽，随性又帅气。一向异性缘超好的秦宝一现身机场就遭到一众迷妹围堵，粉丝浩浩荡荡从机场前的马路一路小跑而来，那气势好像巨星登场。走在中间的井柏然依旧淡定十足，迈着悠闲的步子，面带黑超，酷酷的气质十分迷人。走进机场后，井柏然周身依旧围绕粉丝无数，有些粉丝为了拍到爱豆还差点不小心倒退摔倒，井宝也是十分小心的前行，避免造成机场的骚乱。带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安检口，粉丝们拿出准备已久的小本子让井宝签名，人超 nice 的井宝也停下脚步，一一满足粉丝的要求。不过眼看着要无机了，粉丝们的热情似乎还很高涨，井宝只好一边挪步一边签名，才顺利走至安检口。